状态调整好了，嗯，来吧，来。 哟，哎，这不是变性人吗？啊！我去，这劲儿用大了，脸不会崩开吗？哎，看着点儿，这还有人呢。哎，你眼睛瞎了，耳朵还聋了呀？我看眼睛要瞎的人是你吧？不跟你们这一帮不男不女的人见识，走。 这身，我这一身，专门为今天准备的，绝对看不出来我是谁吧？你这是生怕别人看不出你是谁吧？切！我们两个暗中观察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戴上。至于吗？还要戴口罩？戴上。我们这种颜值，不遮一下，会被人家围观的，真的。 其实我根本不想跟你走在一起，也不想参与你这种幼稚的跟踪行动。因为我想啊，非常时期非常办法，反正我为了小熊什么都能做，能屈能伸。你呢，要是抹不开你男神的面子，好走不送。等下，干嘛？去哪儿？人来了。 人来了，赶紧上车。那，你们这一季的新款。 哦，这个是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季推出的新款，绿色。出师不利啊！不进去吗？我们两个大男人进去干什么？不是有人说过非常时期非常办法吗？是。 您好，两位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没有，不是我。我们店呢刚刚上新，可以给您女朋友买啊。您看看您喜欢哪一类？这个呢是我们店内的新款，它有一种兼具着仙气和华丽，一定适合您女朋友。啊，好，他买了。哎，行，包起来啊。哎呀，凭什么是我在这花冤枉钱？ 委屈你了，支付宝还是微信？支付宝。您的小票。穿，哎，您的衣服，谢谢光临。你好，我觉得还是这个 C1的比较适合我。啊？他都逛了一天了，到底要干嘛？我没白痴，陪他逛街的吗？手机。哎，如果我们可以拿到他的手机的话，说不定就。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信息了。就现在，走。追啊！跟了一圈居然跟丢了，看什么呢？你看，不愧是我们老大，拳打网络键盘侠，脚踢对面石块人，一枪过去，1米8以下全放倒。 看谁还敢造谣生事儿！行了你，低调低调。老大，你受了委屈，我还帮不上什么忙。其实我心里别提多难受。哎，我看那账号好久没更新了，应该是消停了吧？但愿吧。我已经让学校计算机系的学长帮忙查了，应该很快就有结果。等这阵子风波过去。 我再联合学校的电视台为你出一则报道，为你平反。要是能够抓到那个发黑帖的人就更好了。放心啊，都会过去的。哎呀，我好了，好着呢，快吃快吃快吃，别管我了。算了，别人的嘴我也管不住嘛，专心做我自己的事儿就好了。我去训练了啊。这个单呢，我已经买过了，慢慢吃。老大他真的没事了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来绕一下肩，绕绕肩，对，正面绕几圈，反面再绕一下，反面，好。 好，今天训练就到这儿结束了，大家下课解散。谢谢，谢谢。可以了，别练了。哎，我再练几个就行。训练不是一蹴而就，况且你真的该休息。听我的话，好好休息吧。嗯。真没想到，原来你也喝酒了。偶尔可以喝，别喝醉就好。哎呀，我也不是每次都喝醉的好不好？开玩笑啦，来干杯！不好好上岸。哎，你，什么？ 我喝的太不女生了哈。你像你自己就好。素来靓仔餐厅，那个，天哪，白宇泽的，太奇怪了呢。 白宇泽，哎，才来，什么事啊？这么急啊？查到了，之前那个污蔑账号的申请邮箱，他就是薛林的，现在他只是一个小号。哎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早就猜到了，可是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手中没有足够的证据，就算我们去说这个是他的账号，他也可以说是自己被盗号啊。 那怎么办啊？那不是拿他没辙了？得让他自己承认才行。那怎么可能？哎，我有一个点子。姐妹。 白学长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道歉。道歉？道什么歉啊？你想我怎么给你道歉，我就怎么道歉。一杯咖啡，谢谢。 一直看着我干嘛呀？你知道情人眼里出什么吗？西施，是你。哎呀，白学长，谢谢。你弄得我不好意思了。我是认真的，看着你啊，这杯咖啡都不用放糖了。原来白学长也喜欢这些土味情话。 哎，你脸上好像有点东西。有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，有点好看。你看，你看，又有新瓜可以吃哎！哇，这么厉害的吗？我要守点看直播。走走走走走。敢往我身上泼脏水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什么情况？又用猛料了？这个污蔑账号还没完没了了。污蔑，请拿出实锤。原来白学长给喜欢的截图微信什么呀？谁投的？谁投的？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来一下我工作室吧，我给你拍点不一样的。怎么不一样法？哼，你猜呀？哎，我们再商量一下今天晚上的事吧。行，白学长，等我先看完好吗？可能有急事。不是你听我，摔椅子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？你先听我解释嘛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先坐，坐嘛。好，你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……哎，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，你们什么关系啊？说。哎，难道小熊是炮灰啊？哈。Oh my god！ 学妹，这都是误会。我和严科之间有点私事儿。私事儿？开直播了没？喂，老大，七小僧这会又放我鸽子。嗯，你快点啊！哎，我看见他了，你快点。 你呀。 昨天是熊一凡，今天又换成薛明。白玉泽，你可真渣呀！小熊只是朋友，小熊只是你朋友啊。小熊要真的是你朋友的话，你会连人家是男是女都分不清楚吗？嗨，谣言怎么能信呢？这年头，照片都能 PS 的。那肯定不是 PS 的呀。哟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反正我觉得那不是 PS 的，别想套我话啊！不是想套你话，是我们有证据。这个是你吧？先别急着否认，因为你不知道我们手上还有其他的证据。 证据，你如果真的有那么多证据的话，还会演刚才那一出吗？与其在这里质问我，先问问这些照片怎么来的吧，对吧，白学长？你想甩锅是不是？是，照片是我拍的，可是我并没有拿它去污蔑小熊啊。照片。 是你拍的吗？对不起。我去，这么精彩的年度 battle， 我竟然不在现场。你在现场有什么用啊？给小熊当啦啦队助威？这怎么会是薛凌啊？唉，这下小熊可难了，一个是室友，一个是朋友，不管是谁都会伤心的。 现在的形势剑拔弩张，熊一凡能不能度过此劫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真没用！发帖的人究竟是不是你？小熊，你说这话的时候得有证据，你有吗？没有吧？ 没有的话，就是借口喷人喽。你到现在了，你还不承认吗？好，哎，那就算我承认了，那些评论还有转发量，你有看到吗？好精彩啊！小熊，不喜欢你的人可不止我一个。你，哎，小熊，别冲动。怎么，要打我啊？那只能证明你是野蛮的变性人了。算了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咱你要分场合吗？不，真不愧是我女神啊，就是这么狂野任性。 熊一凡那个笨蛋，他自己吃尽闷亏。你不会以为可以把脏水泼给我们表姐弟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惹错人了。想要证据是吗？今天我就让你死的明明白白。IP 地址、网吧截图、视频聊天，还有聊天记录，这些够吗？要不再来点儿？ 你给我！哎。 全部都是我干的，那又怎样？你们全部人都帮他，连你也帮他，他到底有哪里好了啊？我拿你当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熊一凡，我就是不喜欢你，没有理由，就是看不惯你，每天就在那里装老好人。 让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，你明知道我喜欢白宇泽，你还去勾引他，我哪里不比他好啊？全部人都帮着他，向着他，你就是见不得人比你好，见不得别人好的人是你自己吧？是，你说的没有错，我以前是个假小子，我很自卑。 我到处去当好人，我特别讨厌我这样的自己，所以我想去改变，我想努力的去改变我自己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这种改变很难，但是无论多难，我还是咬着牙我坚持过来了。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，我身边的朋友都会支持我，他们会给我鼓励。我的运动。 我身边的一切，那是靠我自己努力争取过来的。而你呢？你只会嫉妒，只会抱怨，这才是我们的不同。这段时间，因为我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。 但是我很谢谢你。熊一凡，你等一下。 那个照片是我让白宇泽拍的，他跟这件事没有关系。你要是觉得心里过不去的话，要打要骂冲我来。哎，你还帮我去收集证据了？哪有什么证据啊？ 那是路边的宣传单，他自己做的心血，忙着回生年纪。我不是要帮你，我是要帮我自己的，你别自作多情了。嗯，谢谢。这件事情影响很大，性质极其恶劣，学校一定会严查，还你个交代。谢谢老师。哎，这样我给你提个申请，给你换个宿舍吧。都快期末了，你下次再说吧。谢谢老师。你有什么不方便或者有什么困难，一定要及时向学校跟老师汇报，嗯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糖糖。 这留言这东西啊，比流感的蔓延速度还快。比流星蕴含的能量更大，比流氓更具有恶意。咱们大学生呢，是不是不能是光读书？做人嘛，比读书更重要。不行，你说品行不端啊，你学习再好有什么用？就算不是变性人，他那张脸呀，肯定整了，绝对的呀！而且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，全校好看的男生都跟中了邪一样，天天围着他。 要不怎么说人家有手段呢？就是。哎，到点了，咱们上课去吧。走吧。我跟你说，这熊一凡呀，从开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简单，早就看出来了。对呀，就是把这些事儿跟玩的不同就这样。 想试试吗？可以吗？我教你。好啊。把手放这里。完全不会哦。没关系，跟着我。嗯。啊。嗯。手这么放的话。 你看啊，好了。哎呀。 好简单的东西，哎呀，我果然是什么都做不好。哎哎，熊哥，哎，一会儿投票。 那既然不能改变别人，那就只有改变你自己了。哎呀！不行，太拼了。只要我改变了，大家就可以认可我、喜欢我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教你的这曲是莫扎特的。莫扎特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，在他的家乡里面有一个很美的典故。 在塞尔兹堡的某一个冬天，有一堆树枝从树上落了下来，到了一个废弃的盐矿里面。大家都不以为然，没有人在乎那些再也普通不过的树枝了。不过在2、3个月之后，这些树枝上面竟然结出了晶莹剔透的结晶，它们就像钻石一样。从那一刻起。 再也没有人可以认出这些树枝的原貌了，可以听懂吗？我想说的事情是，一个人要是真的喜欢你的话，他会抛下所有的偏见，以及对于外貌上面的认定。今天不管这个人是男生或是女生。 力气大的还是柔弱的，都不会在意的，因为喜欢他，就是喜欢他的本身。没事了，还想不想再试一试？嗯，来，再来一次。 手放这里。老娘今天正式通知你，我要辞职走人，不干了。就算你跪着求我，我也不会留下来的。就信你这种渣男，永远不会遇见真爱。